都知道刀子是非常锐利的，锋利的刀口可以说是一点儿也不长眼睛。虽然说刀子这样的锋利，可是就是有人可以健步如飞地踏在刀口上。这一次探访小组就要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什么叫做上刀山下油锅。探访小组在一次巧合的机缘之下，得知屏东恒春镇的全南宫在农历的10月7号将举办一场3年1科的祈安清教活动。我们特地长途跋涉来到了南部，目的就是要带观众去见识一下南台湾庙宇的建教活动的盛况。这种酒吼是拄着地方袂当平安顺遂，在降临的时阵来祈求上苍，会当降旨，使哦地方会当平安顺遂，会当逢凶化吉，有这个感应，然后咱才设这个酒啊来拜天谢地，来祈求，来答谢上苍。根据当地的居民表示，全南宫中供奉的王爷非常的灵验，有时候有王爷显灵搭救村民的事迹。甚至刚好在探访小组到达的当天，就发生了一件王爷解救海上遇难者的神奇事迹。当地10月7日，农历10月7日，我要送火王出去，要灭山放水灯的时阵，王爷讲来献花，讲你东山这个东北方，伫迄2点外前阵，有小白，有2只小白。拢总阿妈某伫遐烦难，结果我报告互因，恳求因军方甲咱个有关单位呢，会当当参加这急救，我同时也来到有咱泉南宫遮来甲召集，所以讲，即阵呢咱泉南宫呢好不容易举办五条主的祈安清酒，但是你用我讲，既然到阮即个神通广大来发现着甲地主来言明。所以呢，我祈求咱王爷公呢，会当看到这个灾难，让健康不久，心上不安，赶紧呢，会当人大殿神通，出现的奇迹，来甲急救，这两对阿公阿婆，结果呢，到这个天光都电视台嘛报告啊，所以呢，听讲因平安顺遂，已经予军方救了啦，所以因然后因在这个亲族就对了，拍电话，阮太太接到，讲伊然后伊要来泉南宫遮，甲阮敬答阮的神音。在这一次的祈安清教活动之中，恰巧有多位受禁的乩童出关，必须要攀爬刀梯，以证明自身的法力足够担任正式的乩童。于是我们这一次除了可以亲身的体会建教活动的盛况之外，同时还有机会亲眼目睹数十位乩童上刀山的壮举。道教的一关是分介一种，一关一关是心灵的坐禁，嘛是叫做入关。一款就是像吼做清酒，这嘛是定做入关，无相像。普通是道士要去一关坐禁，坐禁就是讲。教伊个有当时啊，心灵吼激动，伊初步了个激动吼，算拄啊像安尼细汉囡仔，基本个脚步就是爱踏7-5类，就是爱读书爱去教呢。嘛入关是普通入面拢食素，看是伊心灵个禁，有时是七七49天，有当时啊禁36天，有当时啊禁12天。入面读书嘛是爱坐禅。打坐，有时都要坐顶层困顶椅安尼。根据宫里的人表示，原本全南宫这一次的攀爬刀梯活动预计是要爬108刀的，但是碍于恒春的落山峰的关系，在安全顾虑的考量之下，才改为了我们眼前看到的36刀的形式。探访小组在到达了当地时，刀梯上的刀架已经搭设完毕。只看见放在一旁的刀梯显露出冷冽的刀光，让探访小组不禁为待会儿要上刀梯的乩童们捏了一把冷汗。
一般因这刀腿的用途拢用伫即个从起庙要开庙门，或者是做酒吼，祈求上苍嘛。伊需要这顶腿造祭的这个仪式嘛。啊，一般因这顶腿造祭的数目，像阮这刀来讲吼，伊就分看是伊要36数，还是72数，或者是108数安尼。啊，像因初翻年做酒，因是用36数，初借36天公的意思就对啦，安尼。啊，你看这顶腿造祭的刀，你茫看因的刀是因受金第一天就开始磨。所以刀拢非常来啊，每一支拢非常的来。啊，但是这去了上惊就是讲，这个锁拢啊锁足暗。你锁过暗的时候，你地中间啊，足容易发生危险。哎，这是上重要。啊，这一般这刀腿阵开始磨啊，一直到伊安尼锁起来，全部拢免互无清洁的人去甲摸。因足智慧，因为惊讲，因这无清洁摸了会产生就血光。哦，所以呢，因这种足智慧。包括你看头前拢总会用这个哦，草草啥拢甲包起来，免我其他外人去甲碰。包括第一间玩的时拢有人顾的，哎，啊，但你去的时候有人做职业，这拢甲围起来。你看这刀吼，你沿过来甲翕，伊这刀吼非常来，每一支啊非常来。因为阮家呢，恒春家呢吼，本身的特色就是刀如来表示这生命如兴啊，所以每一支刀也经历考验。哦，你拢用可能来摸，你外地人也唔信，你用来摸看嘛。如来表示生命，伊轻易袂惊这個，嗯，非常难，你摸看。啊，像这你是变哪看东西，敢那敢有锁暗？锁暗吼，一般你要锁暗就是这逆的，要你也要，有无？你若今仔锁无好的吼，会尿会哭哭叫，你现在有无？哦，非常难，伊这顶锁足暗。还要经过几下间的检查，伊这吼爬起拄啊36支刀，落来嘛36支刀，总共有72支刀。一般像今仔用刀片二是庐山法，啊庐山本身庐山祖师呢是这个三脉夫人，伊当时是因为草车被救了，伊刚道法的时阵是徛在草车的背，草车救伊，一般庐山法的都拢用这草车的化水，嗯，啊风疗本身也可以防这个煞。封这个锁来，挖这个刀腿，安尼保持这机件嘛，安只背刀腿人安全。所以我配完刀腿了后，你也搁随风起来，莫有外人去甲摸。一支骨，一撮刀骨吼，一刀骨啊，愈保持愈清气，莫有其他的人去乌人家。算长对这个以后这组刀啊，会足好。啊，你也讲见过话，还是讲唔捌发生过意外刀，迄种刀就免过用啊。嘿，按中国人拢讲究一种。造头啊，哦，较好的当然继续用啊，啊，若歹的当然莫搁较使用，避免。这个是书文吼，因为本身书文是内容记载写起来的内容，就是讲这个像讲八刀腿起哩，伊的意义，也就是讲伊这个要做的事情，伊拢写伫这内底，包括顶天造一个人啊、名啊各方面啊，伊这个要祈求的问题吼，内容拢写伫遮，啊，去到顶关呢，读熟了，编造上冲哦，编造了才当顶关宝贝啊。啊，只求看背就是这届的法师等于规个肯定内底上重要，就是这份。你若讲背一个刀腿无这份来讲，等于就是白背啊，对啊。等于背这个刀腿无意义啊。啊，过来咱今麦有看到这个草车啊，这像我刚拄啊个讲的讲法的另外一种，就是讲，因为庐山本身因足老，因庐山派拢会用这个草车来画煞，啊，是做各种的法师啊，吼。这就像这个其中一种。伊啊，拔起来了，上面搭黄布纸吼，而且点到了呢吼，即嘛就是讲要拍煞先啦。因为按你古早咧看电视内底拢讲咧咧鬼啊，一般啊鬼较咸的先伊会米啊，啊米对台米对草啊，因草只用草啊做，米对草啊伊会结对伫这个草啊内底收伫遮来。所以等下拍完煞，你啊看伊会甲草只弹拢出来，就是讲意思只凶神恶煞对咧走，走无伊意思是安尼。每一只刀锋尖锐的刀梯都攸关着鸡童们的生命安全，所以村民们对于刀梯的检视工作显得格外的谨慎小心，生怕一个不小心一不注意就会因此而造成了伤害。一般在检视完刀梯是否锁紧之后，就会请红头法师做法净化刀梯，这时候红头法师会先在宫内进行做法写咒符，然后再到刀梯放置的地方，将充满法师法力的咒符贴在刀梯上，让法师的法力能够加持在刀梯上面，
负责贴符的工作人员都很小心翼翼地将符咒粘贴在包子上面，生怕如果少粘了一张，可能就会导致待会儿要攀爬刀梯的鸡童发生危险。画完了刀梯之后，就会将刀梯移到刀架旁，准备将刀梯绑上刀架。绑刀架的过程是必须要众人的集体合作，如果一个不小心，刀梯也有可能会这样子倒下来。所以在绑刀架时，工作人员都会叫围观的人退开，而刀架也要绑紧，以免鸡童在攀爬时因为刀架的松落而受伤。刀梯架好之后，主事的法师会先爬上高台，布置禀奏上苍时所需要用的法坛，并且一一的在五个方位插上令旗。等到一切都就绪了，主事的红头法师就会开坛做法，恭请神明以及调请五营的兵将前来助法。法师一边口中念念有词，一边喷洒米酒，沿米治煞，驱邪净化刀梯，以避免邪魔的靠近，破坏了上刀梯的仪式。同时在一旁助法的法师也会在刀架的四周贴上符咒，以避免邪煞的靠近。此时众神也会一一的降临，护佑他们的鸡童，而鸡童为了要表明神明的神威，便会在背五峰以及在脸颊和手臂上穿上龙虎针。五峰背在身上虽然威风凛凛，然而针直接地插在肉里，再加上相互的拉扯和走动时的晃动力量，若非真是神明附身，恐怕他的痛并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了的。起乩的人数越来越多了，人数已经大约到了20人左右，而在这一些人当中，又以一位76岁高龄的鸡童最引人注意。一旦法师做法制煞完毕后，要上刀梯的鸡童便会在梯架旁等待着待会儿上刀梯的严格考验。爬刀梯会啊，爬刀梯出来就是一定爬刀梯啊，一定爬刀梯啊。您有看过赤脚攀爬刀梯的惊险画面吗？而攀爬刀梯又有哪些禁忌呢？首先吼，阮咧感情以前吼，就是这个动作吼，要先准备来，就是经过三科哦，这个平安祭典哦，啊经过五六个孙落的时先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呢，阮举办五条主的吉安清净，首先咧进八道第一个步骤，就爱先外科。阮是讲10月7日要咧进八道，伫10月7日。两当前，这代志要准备好，哦，算迄个一天表就对了，哦，到咧阶段，阮提进前两工，我就准备好，准备好来处理这个头路。我对人是农家人，阮只农家人就是大家家家户户让我倒，拢会当不，因为自细汉，你伫个农业时代较早，咧挂号时阵，拢会无过这个挂号机啊，啊，然后对这倒相当的内行，因。不但磨了，安尼磨紧嘞，伊都要用手骨落去试哦，试看有来袂，有没有力？老来安尼就可以。这磨刀拔无进去，但是刀整个整理好，就去摘下底啊。吼、哦，整理好要烧的时阵，到了阶段拢拔无进去，但是
多说了，多事做法了，以外的大错哈，未使甲忘记，拢未使甲忘记。无清净的未来的大错哈，禁止互你忘记。哦，曾经捌一届，伫第二科的时阵，哦，有人改脾气，伊家饲，哦，结果饲又挂咧。所以这代志哦，必须一个带严肃的物件啦。哦，实际上。你若大错下，甲无清净的，拢互禁止袂放哩。所以大家常常去老伊讲观念。刀梯顾名思义就是以刀子制成的梯子，每一个阶都非常的锐利，要攀爬时全身的力量负荷其上，可以说是相当的吃力，一不小心就会受伤流血。其艰辛的过程并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，也因此让围观的民众们更加的钦佩这一些鸡童们的勇气。这个刀梯地就是讲考验这个新成员心有在未，看是毋是正神啊！按你这出三十个天宫手势，每一个天面天将三十个天宫，伊个天将在甲镇守嘛。你表示你是正神，你才有法度通过这考验去到顶关啊！天甲顶关平台啊，表示吼、哦、有一种意义，就是讲已经离天顶啊，甲上苍上接近的所在，去甲问啊，吼、哦，祈求上苍是毋是甲有做一个沟通啊？哎，原来我是正神，我是存在正面啊，我要来顶搞。啊，我用今日这个方式来表示我是有这个正面，甲这个勇气，因为想咧倒下来要甲拉平，这下这种勇气啊，我这种勇气甲正念正面，我只好都去到顶关。啊！祈求的心，诚心来祈求，宝贝落来，上重要意义应该是伫遮。也叫登天门，一般的乩童在上刀梯时都会由经验较老道的乩童或者是法师来带头，领着一群僧童来攀爬刀梯，逐一而上，一步一步地走完全程。看着这一些乩童们打着赤脚就爬上了锐利的刀子，不禁令探访小组为了他们的脚丫子而担心受怕，生怕一个不小心而被刀子给割伤。爬刀梯以不流血而见真功夫，想要安全地登上密密麻麻72只钉刀天门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除了要祈求神助之外，看来还是要有超人的胆识才行。虽然攀爬刀梯的举动令在下方围观的民众们看的是个个心惊胆跳，但是如果看到健步如飞地爬上刀梯的乩童，莫不给予热烈的喝彩和鼓励。活动过程中，除了惊叫声不断之外，叫好声也是此起彼落。你的新名的下领家，我新名的领家，我有知未啊？本事有来挖未啊？本事嘛，我有知，要去哩都拢无要紧啦。下了刀梯的老乩童竟然还老行仔仔的坐在一旁的钉椅上，不禁令我们要替他捏了一把冷汗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位乩童在下了刀梯后毫不畏惧地穿上了钉鞋，这些都在在地显示出了王爷的神威。
这三十六号是代表三十六天空，七十二号是代表七十二地煞，所以人俗语咧讲三十六天空七十二地煞，就是由来。但是记一百空八，记就是代表咱人的身躯一百空八毛空毛空，这个问题现象就是安尼。但是用意就是配合咱当地的天气，来做这工作。因为在阮本乡，若讲一百空八支、七十二支，拢总会点起。但是可是有当时啊天气问题，因为你了去干吼，作者和咱这乱生这机动咧就多堆，所以起里会落来，起里落来就是顶悬袂使遐济人，就是考虑到安全这个问题，安全上的顾虑。在上高台直完脚之后，就可以一一的从另外的一边再攀爬下来。这时候在下方的众人就会燃放鞭炮，庆祝这一个仪式的圆满成功。而从高台下来的鸡童们也因此获得了更高的法力。在上方的鸡童也会撒下五谷和铜板以及平安符，据说捡到的民众可以丰收发大财，也因此围观的民众们都拼命地去抢食，看看能不能因此而抢到好运气。阳光国平安，那就是用上帝赐予哦五千岁人，啊，就是讲阳光国家的糖啊，就是讲赐这十方大殿哦，拢会定合家平安顺遂安尼哦，风度大殿，事事无灾。下了刀梯的鸡童们，对于他们刚才上刀山做丁乙的壮举，似乎一点都不以为意。这个阮迄天进北斗十个车牌，哦了后，导师写这作法了，导师吼，伊四角头有烧金嘛吼，烧金符啊贴下来，哦，就是完成这个代志，哦，啊伊啊按刀，哦啊烧一百千金，啊烧金放炮，这个考验就已经完成啦，完成这个工作人员，哦含这个大刀腿的，导师爱处理的时候，赶紧来收着，收落来时阵，刀腿就。这工作人员都要拔起来，拔起来，因为伊安全问题啊，所以这我起来处理了。如果一届吼、哦、用你差不多二十年，二十年要在用，伊这无常在在用嘛，这是靠那个科技，有那个机会，哦，啊，增长这万民百姓，也袂当平和受罪，袂当平安顺遂，倒要上苍造祭，哦，来救天台，哦，啊来造祭上苍。让树火，让火上冲降祭落来，吼、哦，树火才增民百姓，让平安顺遂，风调雨顺，啊，国泰民安，啊，事事如在，百年有天。这个代志就是变安尼，这个意义就是伫遮。以后北来，阮这管理人，哦，伊会阁用油甲浸咧，诶，浸咧有一个好处，第一点袂新鲜，吼、哦，拄啊第一点袂新鲜，啊，无你这个有水的所在，你甲浸咧吼，无加浸油吼，将伊后尾摕出来拢总新鲜。时速大声，啊！你都无法度人处理这代志，要处理下啦，但是太困难，嘿，都还阁无作一遍安尼啦。无种感觉，但伊讲要讲，咱是讲心灵负担好，咱阁主动，咱心里甲心里拢无惊就对啊啦吼，拢无惊啥物受伤啊。哈哈哈！这个你爱坐较久啊，因为伊也袂怕。无啊，有甚物感觉？啊，嘛是啊，平常时咧惊到同款啊。平常时，你当作是平常时。就咧爬楼梯，意思拢同款啊，无感觉。啊，袂讲袂听。袂啦。啊，你是为几岁就开始第一摆去去爬？甲即过，都十几岁啊。十几岁才去爬？无，是差不多26岁。26岁。过这已经过这十几岁啊。嗯，平常同款，都含像你爬楼梯啊同款，那有感觉无感觉？啊，你拄仔看到你爬迄个？嘿嘿。
完全无没有感觉啦，拢无感觉呢。您看过乩童们坐钉椅睡钉床，让信徒扛着绕进乡里的惊险画面吗？下一段的节目当中，肯定要让您心跳一百。在这一次全南宫的祈安清教活动之中，包括为期三天的神明绕境活动，王爷的神教会在附近的乡里内游行，为的就是要巡视他所掌管的区域，保佑境内的居民平安顺遂，同时也顺便的接受境内的冤魂伸冤，为其平反。简单的来说，就像是古时候的巡案大人一样，王爷有代天巡守的义务。神明绕境就像是军队的野外大行军，一路追赶跑跳碰，沿途还得自行解决吃喝拉撒睡的问题，不但要有体力，还要有耐力，更要有憋尿忍屎抗困耐饿的能力。看着一大群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行走在乡里之间，场面实在是非常的壮观。参加的信徒常常是必须徒步的从这一村走到另外一村，不仅路途遥远，头上还顶了个大太阳。他们这种对于宗教的热忱，真的是让探访小组们感到万分的敬佩。一般游行队伍在绕境的途中，如果经过别人的宫庙，就会进行所谓的拜庙的仪式，表示对于这一间宫庙中的神明的敬意。通常参加绕境的宫庙队伍前面都有红头法师做法开路，再来才是宫庙的令旗、凉伞以及神教，而乩童也会在队伍中穿插表演。在庙会或者是绕境活动时，各宫庙的神教都会随着出巡，据说神明在高兴时，神教就会上下的晃动，这种情形就是俗称的发教。为了表示神明是真的很高兴，法师和乩童还会在一旁助法，让轿子更发，而抬轿的轿夫也会在一旁吆喝，顺便一边助神教一臂之力，常常轿子都会被发到坏掉。据说往年还有发生过轿子发到坏掉，轿中的神明被人给抛了出去的惊险情况呢。
南部地区的人民来说，家乡的庙会建教活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每逢这个时候，出外谋生的人都会不惜放下自身的工作，赶快赶回家乡来倒洒岗。这时，平常非常安静的小乡镇也会变得非常热闹。鸡童是绕境中不可或缺的发号司令员，代表主神指挥进香绕境，角色重要，地位崇高。绕境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鸡童操乌气，将自己砍得头破血流，伤痕累累的流血行为，据说那是具有健全与辟邪的宗教意义。现代的鸡童除了传统的操五宝之外，附身的神明一旦高兴起来，坐钉椅睡钉床可都是司空见惯。据说坐钉椅或者是睡钉床，都是为了要显示出附身神明的神威显赫。看着他们坐上了用两三寸长的钉子所做成的钉椅和钉床，实在是令人看了触目惊心，不禁令探访小组怀疑这一些鸡童的身子是不是用铁打制而成的。八家将是庙会庆典中最常见到的阵头。八家将虽然是名为八家，但只是习惯上的统称而已，实际上成员都不一定，有四人成阵，也有八人成阵，十人十二人成阵的都有，最多且最完整的是十六人阵。
埔这较早嘛是因那种啊亲民了个啊，因讲刷地方啊，像咱较早来做生意嘛是安尼，为人民安尼吼，来用就刷地方，因咧算讲因每一节每一节呢，一个刷地方，这个因二三八幺，庐山呐、啊、吼，二三八幺，按我来来去收，来去收来做卡咧，啊卡咧做因家庭的先锋，所以因家庭就是。我大家的家长就是因的先锋，啊，这家长呢有分做几啊种，有诶啦十三代保啦，唔捌诶人嘛讲是家长，哦，啊有诶是讲三十六天公诶啦，伊若唔知影嘛讲是家长，哦，看会看外面啊穿像安尼衫诶，就讲是家长，就是一般唔捌安尼来讲，啊，家长家长，事实家长就是有安尼，啊家长呢无咧当，无咧业嘴业病诶啦。我家对家长恁知影未？普通家长，你看若出来采访哦，拢有咧吵啊，有咧啥？正版的家长无咧吵，正版的家长就是安尼，因父母家己收来做卡力，就是因的手体、因的亏心、因的每人的家事，就是因的掌中之宝。即马这用这款来教人家两个用，家两个点，所以囡仔咧磨吼，这个培养较袂。有副作用，所以部分电来囡仔啦，这个面啦靠油的，伊就较歹话，就较歹话啊。啊，这要跟想要来家长的部分，你嘛爱见人诶，从山上来，矮矮大大颗的，啊，落落的配合声配合声，哦，落落来就配合大呀，矮矮大大颗就配合字啊，啊，配合伊个人的体格，配合什么材料？我讲一般家长的部分。那像门仔仔，特别出军，沿岸都要安坐，爱安坐请神安坐，开面门仔仔开面，开面啊开工点完，啊搁开工，开工了啊才出门。家长教主爷家长出门袂使讲的。啊，连食物件甲啉水都。食物件啉水的伊爱举手，因为出去拢有工作人员啊。举手，啊！工作人员问讲，啊，要创啥？啊！工作人员用电脑哩，用啥来哩？袂使随便乱动哩，袂使随便对。因咧出去算讲嘛一个团队啊，袂使随便你离开你个团队。食饭就是爱规规矩矩坐坐就一块桌。啊！工作人员爱提饭我食，袂使我带来提饭，我家己啥有无无袂使。诶，这种就是家长，阮咧带出门的规矩就是安尼。八家将的任务主要是在主神出巡时协助捉拿妖魔鬼怪。除此之外，据说八家将本身就有神明副将，所以他们本来就具有神力。他们还拥有替人解运祈安、安宅镇煞的能力。觉得自己最近的运途不顺，还可以请八家将来为其解运，而要求解运的人则必须跪在阵前，让八家将一一的从旁经过。探访小组当然也不能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，也顺便加入了解运的行列，希望能够因此而获得一个好运道。大轿是神明所乘坐的，因此在绕境游行的途中，往往也是善男信女膜拜的对象，所到之处更是虔诚的五体投地，俯卧或者趴着，让路过的大轿从上穿过，因为民间深信这样可以解运，并且可以祈求平安，这也是俗称的增轿卡。
知道过火是为了什么吗？他们赤脚踏过烧红的炭火，竟然一点伤痕都没有，您相信吗？绕境完之后的重头戏就是过火了，全村庄的人都在等待着再一次看见神明显现神威。过火是台湾民间非常热络的信仰仪式，对神明来讲可以更新生命，增强神明的灵性，而人去过火更可以净洁身体，辟邪祈安。一般在过火时会先堆起木炭块，等到烧红了再用竹棍把炭堆铺平，等到吉时一到，主事的红头法师便会开始请神吊营。意思就是算按油灯三工，就是这众神公的啊，这向神恶煞啊走，但是加这八时安尼到第三工，就是爱过这个火盆，算加这有的拢改掉安尼，还有这八时安尼等消灾解安尼啊，事事无灾安尼。一般过火时，法师和乩童都会先行的走过，随后跟着的才是神教和信徒。来自各宫庙的队伍，一队接着一队的踏过烧红的炭火。有些人是穿鞋的，踏过那些炭火可能还没什么关系，但是赤脚踏过火堆的那些人，让我们不禁要替他们的光裸的脚丫子担心了。近期就是无清净的是过来帮哦，啊挂错哈，挂就是比赛过火。在过火时，神明的神教也会发酵，它发起来的程度是已经可以用疯狂的程度来形容。一顶好好的轿子在炭火上面画个灯体，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。根据他们的说法，轿子如果越是发，就是表示这一尊神明越灵验越高兴。